打到流血不？我儿子跟我说，妈妈，你拜托他叫我带我去看医生。他是在念书，就问他学校他今天有没有去上课，或者是他在工作。那这个诈骗都是这样啊，所以你要冷静。你们先做求证的动作啦。他现在一直跟我要钱啊，然后是我儿子生没错，他一直跟我要钱。看他现在。应该本来要在哪里？但是我儿子是应该在学校才对啊！啊，要打电话给学校，打那么多通了，打电话给学校啊！他手机打那么多通了，给谁？打进学校。那个吴先生啊，不接他为了伤害他怎么办？他已经不知道，可是已经被打到流血。我儿子跟我说，妈妈，你拜托他叫我带我去看医生，我跟他生气。这就是惯用的手法。我有一次也是这样，就是要冷静啊，就是冷静求证。哎，喂，你在学校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上网上我看，你知道吗？刚刚就是我这个儿，现在大二。大二。大二。不会，不好意思，不来几个二了，没事就拍水。